开饭，今天我们吃鸡腿、粉蒸肉，还有一个炒腰花。我这个腰花每次切的就跟穿上甲一样。先放一放酸辣生姜，韭菜炒鸡蛋，夏天我们女性适当多吃点姜比较好。
这鸡腿好好吃。香辣牛肉米线，上次吃了香辣牛肉，我都好好好吃。这个米线最少开水要泡15分钟，还是吃不了辣的姐妹就去选那个香菇鸡汤米线。他们家那个米线我觉得价格实惠，而且还挺好吃的。像我们上班族啊，平时夏天不愿意做饭的，拿一桶出来泡一泡，煮上两个鸡蛋，今天我们又来吃苕皮，我喜欢吃这个苕皮。然后它是食者道他们家的，一包是100克，一包就这么一个，然后两包不划算，多包更划算，然后再送这个香辣料，一个老大，你看比我手掌心都大。收到货，把那个签子取掉，在平底锅里面煎一煎就可以了，两面煎一煎，它里面是有酸豆角的。
这个煎的时候不要煎得太久，